2015年4月，橡胶花开的季节，我的父亲在森林中来来回回的寻找童年记忆里面的一个家。我没有印象，完全没有印象，都不知道。到3岁，我爸爸死了都没有爸爸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是等于没有爸爸这样子的。这是独立以前我祖父所生长的马来亚，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居住了来自各方的民族，打鱼和务农的马来同胞，矿场和橡胶园区中大量引进的华人和印度工人，半岛上原生的土族，以及殖民了我们100多年的英国殖民政府。人民的收入并不富裕，但是生活自由平静。我们有各自载歌载舞的方式，但是没人料想的，这首旋律将和马来亚以及我祖父的命运一样，在半个世纪之内历经多次的变身和坎坷。叫出来，站出来，就开枪打。他开枪打我，打我的父亲。你家人家听着人家是叫孔令公，一上来不了叫兵，我平安了。他这阵来娃娃的开枪时，阿妈呢都马来尼，各种村人都马来尼，那尼那各种村人都都死，连天妈都马来踢。有咩来困难？你奶奶那你都哪能的我？爹你咯，记录啊！但因为像讲啊，唔落水啊，你咪只能落地白衣啦。